这款是我们的 F2S 跟拍影台，长按开机键，立灯常亮，进行跟拍。现在锁定了，锁定这两台就跟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这里面是可以装手机的，或者是横拍，对。锁定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当然也可以那个，哎，这个可以调整手机的一个俯仰轴。上下的，也可以竖拍，没问题，可以拢紧就可以了。然后双击，它会360度旋转，旋转1000。它除了支持我们的手机横屏、竖屏或者平板的横屏、竖屏之外，它还支持那个，这个我们会拆开。这边呢是可以装入我们的一些补光灯啊、运动相机啊或者其他一些支持视频机接口的这个产品或设备，然后上面也是可以跟拍的。另外底部呢是有四分之一接口的螺母的，我们可以配上小三脚架或延长杆之类的，这样子。